放轻松一点嘛，跟腿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分手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就分就好了嘛，对呀、啊，你那么生气干嘛？情、啊、我现在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人家是性冷感，我们是还没到性就已经冷感，爱就已经冷感，约会就冷感，为什么啊？不知道，可能是没有碰到说真的说会让你说非常非常蹦蹦跳的那种。真的，韩国真的很可怕，我们真的要小心呢、欸。他的电器，对，他的汽车，他的电影，现在都渗透到台湾电视剧。对，我们不要抵抗他，但是我们要加油呢。对，我们要一起大家努力。对呀，台湾的经济才会好嘛。没错没错，所以像我明天我马上就要去整容啦，以车太炫的表情去整容。现在想说现在韩国明星比较好黑。你看，你想每天都想这工作的事情，你有没有想到感情上面的事情？我现在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为什么？你不知道哎、欸？那你要不要？我人家是性冷感，我们是还没到性就已经冷感，就爱就已经冷感，约会就冷感。为什么啊？不知道，可能是没有碰到说真的说会让你说非常非常蹦蹦跳的那种。所以与其这样，不如把这个时间哎再挪一点过来，这样子去做别的事情。啊，是吗？你最害怕碰到什么样的女生？我觉得我最害怕的是那种，以现阶段来讲，我比较害怕是勾勾顶的。缠住，对对对，两条嘞，八没亏。因为真的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之下，你一直去勾勾顶，一方就我们会觉得有点烦嘛，会有点浮躁。让男生害怕的情人是什么呢？哦，什么什么什么？你有紧迫盯人疑心中，哇，这个是让所有的男生都受不了的一件。不是，我觉得女孩我们这样不公平的，有时候那个女孩子也讨厌男孩子紧迫盯人。是，我现在碰到很多女孩子也是这样，对，所以大家彼此都要放轻松一点嘛，劈腿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分手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就分就好了嘛，对呀、啊，你那么生气干嘛？当然很多女生都会犯了这样的问题，但是我们还是必须选出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，来来来。对对对，那当然是基于公平原则，我们就把这个最恐怖的放上来。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，哎呦，天蝎座，完全正确，对对对，完全正确，完全正确。其实天蝎座的人呢，你要讲正面一点的话，就是他很忠实嘛，他很爱你嘛，然后呢，他很希望告诉你他很爱你，他有多爱你。那当他在告诉你的这个过程中，他就给人家有一种很沉重的感觉，对，别人会觉得有压力，没错，而且疑心病重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啊。但是他爱你，这个还算好的哦。万一他开始对你怀疑，哇，疑心病来的时候，那个是最麻烦的地方。对，因为他们通常都是本身就已经很强势，他如果再加入一点疑心病，哇，那个是厉害，后那个毒药，哎，可是简直是神探两个。而且当就是那个疑心病一来，他非常适合。和当法官，哎呦，或是那个检察官，抽丝剥茧，抽丝剥茧，然后那个交叉询问法，那个很恐怖。疑心病一来，如果那个又来，哇，那个是更恐怖的，对，通通一起来。而且因为 A B 型的，哇塞啊，他情绪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怀疑你了。你如果还刺激他的话啊，他会加上理性压攻，对对对，他就会开始抛开那个什么，甚至还会报复我，就开始做一些手段。因为他得不到嘛。对，好，来我们来看第三项啊，让男生呢哎觉得很害怕的情人是哪一种呢？应该是药太多吧。哦，不是，到处放电沾惹苍蝇。哇，哦，就是让男生没有安全感，其实也是有点疑心，会影响到疑心病嘛。对啊，好了，这是谁呢？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狮子，明明男生已经在那边对他流口水了，他还会自己自动靠过去说：“哎呀，你在说什么？”哎呀，这种女生男生最容易上钩。对，好，或者说有时候讲话聊天就聊天嘛，他会说：“哎呀，娇哥，你真的很奇怪哎。”他怎么这样子啊，娇哥？对对对，或者说：“哎，你在看什么杂志啊？”对，会。哇，你会喜欢这种女生吗？好喜欢。真的假的？你没用哎，你。但是发之于情。止步于理，发出一情止步于理，对对对，发出一你心会心动，但你知道那是假象，那不可以。可是要看对象啊，像我们这种说，哎，江哥啊，对。我觉得这次的事件事关重大，所以就算是担心没工作，好像也应该要站出来了，多多讨论，才能让以前一直闭口不谈的事情摊在阳光下，让他们能够勇敢的去面对这一些曾经的恶意，就是要站在受害者这边了。请他们不要害怕，走出来，我们都会在旁边承接大家。大家也知道最近发生那个妖哥的事件，是，整个演艺圈第一个发怒者。对，当初是直接就是没有想太多，直接上街发怒表示的。其实我在这工作圈十年了，我觉得大家应该也多多少少对我有点了解，是我很少
公开评论一些什么事情。对，那这一次的事情我觉得非同小可。对，那主要是我觉得能够讨论是一件好事啊。那无论在讨论的过程当中，有偏差也好，或者是有精准也好，但是不能不讨论。我觉得多多讨论才能让以前一直闭口不谈的事情摊在阳光下。那我觉得释出善意了，也让受害者们知道我们社会上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善意愿意承接他们，然后给大家一些安全感。对，然后让他们能够勇敢的去面对这一些曾经的恶意。对啊，那我觉得我们除了讨论以外，就是释出这样子的善意跟温暖吧。嗯，那如果对于受害者，你有什么想跟他们说？请他们不要害怕，那走出来，我们都会在旁边承接大家。是。那对于就是有，就是你有跟我有说你怕以后可能会没有工作，是真的会担心有这个事情发生吗？我觉得这次的事件事关重大，所以就算是担心没工作，好像也应该要站出来了。是，对啊，不好意思，就是好像要说一些这样的重话，但好像难得说一次，就一次就说到底吧，就是这样。对啊，就是要站在受害者这边了。那后续还有爆发就是有可能父亲这件事件，你觉得要怎么样才能给受害者一个公道？还是要寻求法律，我觉得。那还有很多，其实我们民间有很多相关单位，就是可以协助这件事情。就是说在情绪方面、身心在心理方面，也都会很多协助跟管道。那也鼓励大家能够寻求这一些渠道，这样。那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他们觉得有可能会把爱情这件事情，那就会担心说会不会寻求法律途径，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良善的措施。是啊，所以我觉得好的舆论很重要。是，然后我觉得媒体朋友大家的帮忙也非常非常重要。然后写标题的时候，写内容的时候，我们都掌握一个善良跟正确的焦点，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能做的。因为大家也知道法律很多灰色的地带，就是说一直要抓但是抓不到，那剩下的我们就是全民监督咯。是，所以往一个善良的地方去监督吧。是，其实大家也都想用艺人们，也想用自己的影响力去保证这件事情。是啊，但是也很为难啊，因为大家都是在舞台上的人，然后也有自己要做的工作跟角色，所以能做的就是呼吁。对，是辛苦大家了。这阵子天灾人祸这么多，又有地震，然后又有这些事情，但我觉得不能因为害怕犯错，所以闭口不谈。对。